你是不是还在死记硬背单词呢？英语单词到底该怎么记？今天教你一个大招，让你轻松秒记所有单词。六个字搞定，记元音，读辅音，元音字母发音变化多，要熟记各种规则和组合。但辅音字母的发音基本和拼一样，只要会读就会写。例如 EE 这个元音字母组合发音E， 你听到我读 peak， 听到 p 就是 p， 听到 k 就是 k， 中间 e 对应 ee 补上。听到 week， 听到 w 就是 w， 听到 k 就是 k， 中间 e 对应 ee 补上。类似还有 seed， deep。Green, bleed, sweet, sweep, 等等。那如果单词很长呢？比如说 weekend， 会读这个单词之后，能够直接写的字母都有谁？ W, K, N, D， 一个单词当中，辅音字母的发音至少占一半以上的位置。辅音字母我们会读就会写，所以这样记单词你就可以少记一半以上的字母啦。你学会了吗？给老师点亮一颗小爱心吧。